30秒，我远程直接门外射他，我直接站这个洞口射你，怎么说？哎，假装模作样开个 buff， 怎么说？我操，跑这么快的！哎，他他妈直接怼我，我靠！哎，这帮逼怎么挂机啊？啊，这他妈要走开吗？哎呦，我操！什么意思啊？一定要进去才能打啊？我怎么进不去了？哦，他要，我靠，我懂了。他就战斗触发了，你外面人就不能进去了，所以一定要第一时间大家一起进去。我操，好傻逼啊！怎么办？那这第一波人不是他妈的在角斗场被献祭了吗？就一定要所有人进去再打他，不然你直接触发战斗了，外面人进不去了。我靠！开了，没办法，打吧，妈的！我操，有点吓人啊，他跑得好快啊，感觉他冲过来的样子有点吓人呢。哎，输出位置很完美，讲道理。早知道点回怒了，我靠，御战御勇没点。我点的是那个魔法系那边，伤害会高一点。御战御勇没点，这种应该点御战御勇吗？战撸，我靠！这帮人有没有走位啊？有没有走位？我操，这个是怎么他妈的在不在 A 啊？这样打我感觉还可以吧，应该有机会的。哎，这个人这么远能 A 到吗？应该 A 不到的呀，在那边干嘛？我靠，这个效率还可以，这个效率还可以，有机会的。我还满血，不用开技能，我那个回血技能。Let's go, fellows， 应该有机会。就近战有点吃力吧，主要看远程了，远程只要活着就没事。这帮人有没有走位啊？感觉没走位的呀。我离远点。哎，完了，成斑马了！我靠，赶紧他妈回口血。哎，我在那个范围里，我都看不见！我靠。舒服，这不比万国香吗？朋友们，怎么说这游戏好不好玩？是不是非常有趣？这熊的尸体能捡吗？哎，还能解剖的，这么帅啊！Purify 净化什么意思啊？洗洗干净，是不是啊？怎么没有时间调的了？哦，他要等1分半，行。哎，变成自己的熊了，有点可爱，嘿嘿，有点可爱的。哦，可以召唤这个熊了，我靠，这么帅啊！怎么说？画面还可以吧？我宁愿在这边看风景，也不想上万国去种田，宁愿在这边看潮起潮落。点赞加关注，感谢您的支持。